我諗靚咧，其實好多種嘅。我諗最重要嘅靚係健康咯。健康咧，除咗即係身體嘅健康之外咧，當然係仲要我諗係思想上面嘅健康啦。因為身體嘅健康咧，就首先你見到嘅人咧係容光煥發啦。咁如果你個心情係靚嘅話咧，咁當然咧，即係你嘅笑容啊各方面咧，都係會優勝嘅。陰陰濕濕嗰啲咯，即係最唔靚，即係成日喺度即係成日愁眉苦面啊，或者喺度即係你覺得佢嘅腦係諗緊好多好多嘢嘅，喺轉緊牛角尖嘅啊，咁有時即係我覺得身邊唔需要咁多負能量咯。最重要咧係要你要行自己條你認為自己行得到嘅路，諗你自己最想做嘅係乜嘢。或者你最爱做的是什么，我想生活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将你自己投入去一件事，而是你不觉得累，你不觉得你的时间浪费，而且你很想继续做下去的话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。